7:31，先来关心国际消息。俄罗斯周三多地发起大规模的反战示威，就是不满总统普京动员征兵投入乌克兰战场。此外，从俄罗斯出境的单程航班也被秒杀。那么提供给您的画面是示威者被警方强压在地，莫斯科街头入夜之后涌入了大批的人潮，多数大城市展开抗争示威，民众高喊说不愿为普京而死，要政府立刻停止攻打乌克兰。起因就是因为普京宣布征兵300,000人，这也让目前允许俄罗斯免签入境的土耳其周三航班一扫而空，单程的机票票价更飙升超过3倍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